哎呀，美人呐，你吓我一跳，你干嘛呀？你手里拿个加油桶要干嘛呀？我的妈呀，你的破家怎么走着走着还往下掉呢？我不就问问你干嘛吗？怎么还自杀了呢？我那不是自杀，我那是掉下去了。哎呦我江苏啊，你咋的了？你怎么还坐着仰卧起坐了呢？一上一下的，你累不累呀？来，徐让你过来，我教你个厉害的东西。不是叔啊，你等会儿再教我。那你先告诉我，你为啥一直往下躺呗？那个不重要，你信不信我只需要一下就能把老九十美人家给铲平？这么厉害的吗？来呀，你和我一起跳下去啊，这回肯定不死，你放心。好，那我再信你一回。江叔，你大骗子，说好不死的呢。我没骗你，我就没死。叔啊，我看你复活了。美人呐，你咋的了？美人呢？怪吓人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身子先转过来，然后是头，太吓人了吧？好像得了颈椎病。哎呀，美人呐，你这样可爆不到，我就帮你引爆了啊。哎，你走开，别扎我家呀。哎，叔。我炸药桶放不下去了，你怎么没给我开权限呢？嘿呀，美人呢？你打我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要放炸药桶在我家？我没用啊，我就是试试能不能放下。我太难了，走了，我要离开这伤心的地方。徐长啊，你给我带点甘蔗啊，去鱼豆家里去给我拿点去。行吧，其实我不是很想去。那个鱼豆啊，你家甘蔗在哪儿啊？哎呀，就在那个养牛的旁边呢嘛。啊，我来拿点。那你要啥呀？不要了，自己拿去吧。哎呦我，这太善良了吧。那我给你家门口放四个炸药桶啊。你要只放炸药桶没放踏板的话还行。那肯定不能放踏板啊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那我给你的，你回来自己拿就行了。行，我要在我的小账本上记上，学长今天给了我四个炸药桶。我甘蔗，学长你拿哪儿去了？我这半天也没找着甘蔗呀。玩自己找吧，啥也不是啊。我还不帮你了呢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今天就要到这里了，别忘了点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